好，嗱，我哋咧而家茶經討論，咁其實已經係開始咗噶啦，不過我哋繼續落去嚇。就先啱睇咗八啊《羅馬書》八章十四節，然後就跳咗去跟住去十五節啦。咁我哋咧就講到話所受嘅呢個心，即係話咧就係、是。首先我們講到有主動的受和被動的受，而這個是一個什麼的受？被動的，被動呢，神就在我們信主的時候就將一個新的心給了我們，一個兒子的心，不過人的思想是可以影響。首先我們講到什麼思想？例如孤兒的心，孤兒的心，舊有的心啦、擔心啦，或者對於男性，有些人咧對於男性有抗拒，佢對於天父咧就有抗拒喎。咁咧呢一種嘅心嘅思想，原來就影響咗佢嘅靈同神嘅關係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信主之後都要改造我哋嘅乜嘢啊？俾神改造我哋嘅乜嘢啊？思想，嘅思想同埋我哋嘅感情咧，都需要俾神改造，以致我哋完全認同神係最好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看聖經就受落，因為有些人看聖經，他一路看，他一路埋怨神的。那我們受落了之後，就是說我們起初信主的時候，我們受落了這個兒子的心，是不是受落曬了已經？未，還是有很多難阻，然後慢慢就越來越受落了。但有沒有些人是不是很受落的，即是受落了又不受落的？即係會受落咗，但係咧又硬係唔接受曬，幾廿年都係同神關係有種阻礙嘅。好啦，嗱喺十五節呢度睇到神嘅咩屬性啊？神嘅屬性，佢會俾個仔女嘅心俾你，即係神嘅屬性係乜嘢啊？送禮物嘅。係啦，送禮物啦，係啦，冇錯啦，送禮物嘅神。佢好多禮物俾我哋嘅，仲有咩添啊？佢係中意做我哋嘅父親，係啦，係中意照顧我哋，係啦，係啦，非常好。即係天父咧，唔係一個踩人嘅神，係一個好好嘅爸爸。佢見親人咧，就想幫噶啦，就想祝福噶啦。OK， 仲有啲咩添啊？佢會俾到我哋，即係佢有啲咩屬性啊？我們會受到這個兒子的心，即是他有什麼屬性可以給到我們呢？他關愛我們，他關愛我們，而且他這個能力可以入心的，他可以入心的，即是他可以將這個心呢去改心啊。改造心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，人要改造一個人很難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又會說，如果神有這個改造能力，為什麼那麼多人都沒有被改造的呢？我又會反過來問，為什麼這麼多人被改變呢？另一個想法，你有沒有發覺很多人被改變了？整個人轉了性，好了，很多人轉了性，為什麼這麼多人沒有轉性？我問大家，為什麼有些人轉得這麼緊要，有些人沒有那麼轉？因為他願意開放個心給神改變，他願意閱讀聖經，令到思想都有改變。係啦，冇錯啦。OK。同埋佢渴慕神。係啦。所以就尋求好多方法。係啦，同埋頭先我哋講到就係佢處理佢啲負面思想、負面情緒，佢越處理，佢嘅心越受落得多，越受落多，佢就越有呢個兒子嘅心，佢就成個人改變。咁咧，所以你見到有啲人咁犧牲、咁有信心 ，Heidi Baker 去非洲，佢可以冇錢走去非洲嗰度，咁神叫佢，有好多人就話神叫我去啫，不過我去到冇錢喎，咁啊即係。不得的啦，咁即係人會咁樣樣，但係咧，佢真係去做，亦都有好多人係被殺啦，宣教士啊嗰啲被殺有好多啦，就係佢個心真係改變嘅程度非常之高啊！咁所以我哋都反省下，我哋點樣啊？可以點樣啊？都要被改變。係啦，咁啊被改變要點啊？放低啲乜啊？垃圾啊！啲負面思想、負面情緒、所有唔好嘅嘢。以致神嗰個改造更加 complete。大家有冇諗下？你留意下你信主嘅過程，你嗰個改變啊，喺初信嗰陣時，
同埋後期我想講啊，初信嗰刻同埋初信嗰段時期，然後你到而家呢段時期，你會點形容咧？我想大家去諗一諗啊，呢個受洛呢個神嘅兒子嘅心，你初信嗰刻同埋跟住嗰段時期，同埋呢近期有啲咩唔同嘅地方，大家可唔可以講一講啊？大家放膽講得噶啦，放膽。自我中心。O、okay. K。跟住自我中心，以神為中心，跟住。O、okay. K。漸漸。O K。係願意以神為中心。O、okay. K， 即係你就發覺係一路漸進嘅。係。我想問一下人，你有冇留意你初信嗰下嘅改變？比較你初信之後嗰段時間，即係初信嗰一段好短嘅時間，又跟住之後個改變嘅比較，大家有冇留意到？同埋到到後期而家嘅改變，初信高啲，同初信嗱到啲三幅啊，點啊好勇猛啊，好似轉翻啊，慢慢平咗，個靈命可以平啊。係啦，嗱呢一個現象咧，好多人都有嘅。我想問下點解？即係初信嗰下咧，哇，嘣一聲好大改變喎。不過之後咧，停翻啦，或者甚至得翻啦，然後到靈命更新啦，一路靈命更新開始咧，一路升啦。點解嗰下初嗰下咁高咧？有冇 idea？ 大聲啲，大聲啲講唔緊要。單純啲嗱，一個單純一個解釋，單純啲，仲有咧。因為啱啱初初光落嘅 Holy Spirit 咪重生啊嘛，係啊，重生嗰下光明，咁個 expectation 好大嘅。OK， 你就覺得係 expectation 嘅分別，大家再諗下有冇咩分別咧？我覺得垃圾越整越多，搞唔到清，唔掂，好多垃圾。嗱，初信冇多垃圾，慢慢越整越多垃圾。OK， 嗱，我想講就係初信之後同埋跟住之後嗰段冇幾耐嘅時間嗰個分別。嗱，即係先你講出㗎，你初信唔知點解咁熱心，依個有幾多個人你唔知點解初信嗰時熱心到？好緊要嘅，咁但係後來有啲淡咗啲嘅，有幾多個有咁嘅情況喺初信嗰陣好熱心，哇好多個喎，嗱我自己都係喎，我覺得係點解咧？嗱，有冇人再有冇人嘗試想解釋下點解啊？滿性嚟㗎嘛，初頭唔係佢初下嗰下好強，即係初頭啱啱接受聖靈，你咪覺得咦基督徒應該係咁嘅，咁你咪好積極去追求。其實係咪應該咧？我想問下，但係咪因為應該，而係佢裡面有樣乜嘢唔同咗啊？佢真係有個好新嘅感覺，喺個裡面有一種新嘅生命㗎，係咪？嗱，我自己初信嗰陣時候發覺，哇，好大嘅吸力嘅喎，好大嘅吸力。嗰陣咧就好中意睇聖經啦，好中意即係好覺得耶穌好真啦，好想傳福音。同埋我見過好多人都係咁嘅。不過有些就跟住耷咗落去啦。嗱，點解嗰下咁強咧？開頭嗰下，我覺得感動咯，係感動，但係即係解釋個原因點解咁樣樣。點解咁樣？我自己覺得係咁啊，因為嗰個人初頭冇聖靈噶嘛，忽然間聖靈入嚟，聖靈的而且確帶嚟好大嘅更新，所以佢即時經歷係佢自發噶，唔係話我要嘅喎，自己自發好想。即是很感激神，很喜歡神，但是為什麼會慢慢倒了呢？因為很多因素，周圍的人的榜樣，他們都不是很熱心的。第二，在教導上缺乏處理生命和神的美善，所以他只是信耶穌，那你信耶穌就行了，那你跟著呢就即不是讓他看到，哇，你那個改變是神很真實活著，神改變你，呢樣嘢係保持㗎，我哋保持就會持續㗎啦。即係缺乏呢一種靈命提升嘅教導。好啦，到後來啦，靈命更新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你知道哇，原來咧行曬神嘅路咁蒙福嘅，唔行神嘅路咁多問題嘅。咁咧你就委身啦。咁嗰陣時咧就會向上啦。所以如果一起初嗰陣時即刻向上咧，會點啊？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去。其實我因為我本身我係見過好多初信嘅人，反正熱心得好緊要，不知點解後來又耷耷耷下耷下。咁但係我而家咧，由神就俾我提升啲人嘅靈命，我就諗翻嘅時候就睇原來有啲人初信嗰陣啦，好大提升。然後咧有啲人咧就係
經歷聖靈很大提升，如果他持續呢他就會很高提升。但有些人經歷聖靈呢沒多久又說不外如是啫，追求下一個報道家啦，下一次按手啦，咁佢又走錯方向。咁所以呢個所受的嗱，呢、這個好特別喎，就係、是、原來我哋受落一個神嘅靈、神嘅心喺個裏面咧，係好特別嘅。OK， 好，嗱，我哋繼續睇啦，有冇問題啊？然後呢個所受的，你翻去本聖經可以揀住佢喎，真係。原來呢個字眼咧係咁特別喎。好啦，我哋會叫阿巴父呢、這個睇到嗰個神嘅性係乜嘢啊？好想同我哋親近。係啦，好想同我哋親近。佢亦都會受落，佢都會感動人咁樣樣，亦都係話佢係一個好硬嘅天父啊。因為是一個怎樣的天父啊？那些人會叫阿巴父，即是他一個怎樣的關係的天父啊？他有親情和愛的神，是的，一個親情的，都歡喜我們跟他有親情的神，所以我們會叫阿巴父。 OK， 好了，第十六節，下一位你試一下將個經文就這樣解出來吧。 Joyce， 我就是講了大家會話咩啊？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，即係咩意思啊？一同見證。一同見證或者同印證，證實呢樣嘢，我哋神嘅兒女。OK， 好。咁呢個背後嘅神嘅屬性係乜嘢啊？大家發覺我哋會睇神嘅屬性啦，又睇我哋點樣應用啦，點樣回應啦嚇。與我們同在的神，是的，祂是一個同在的神，與我們同在的神，即是祂的性是什麼？祂是親民的，這個用一個普通人說話，祂親民，祂真的很跟我們很近的，還有祂是入心的，即是祂在裡面做事的，好親近，好接近，是的，很接近的，即係佢話好似高高在上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同埋佢會同證證，睇到咩神嘅屬性咧？佢會做嘢。佢會做嘢嘅。佢會感動。係啦，會感動。感動。同埋佢會留低證據，俾人知道佢係活著，佢係真嘅。即係所以聖經所講到神，我哋可以經歷神咧，係一個真實嘅事情，佢真係可以經歷，可以在我們心裡做工，可以經歷到的。好了，我們剛才講過說我們有多少樣東西的方法可以經歷到神聖靈的同證，我們神的兒女有什麼方法，大家記不記得？有很多樣東西是證明神在我們心裡做工，同證我們神的兒女的，有沒有印象？剛才我打出很多個圈出來，叫我們認罪啦，感動啦，是啦，會感動我哋啦，仲記唔記得啊？引導我哋啦。嗱，有啲冇都唔緊要嘅，總之你講得出，我哋點解知道有聖靈？嗱，我用一個實際嘅方法，實際嘅應用俾大家知。我真係見過好多人，我唔知道我得唔得救，我就問佢一個問題：你犯罪有冇覺得唔舒服？你有冇想耶穌赦免你？想耶穌救你？咁當佢識得講有嘅時候，即係證明乜嘢啊？有感動，聖靈在裡面做工了。這兩個有經文的，一個就是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，就說保惠師來到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，即是有這些指責罪就即是聖靈在做工。另外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三節，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，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，即是會稱耶穌為主就是有聖靈感動了，即是這個聖經去支持。還有剛才那裡講到
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圣经虽然讲儿子，但其实包括儿女的，即是说圣灵会引导。 OK， 还有没有什么想到圣灵的印证？还有什么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。是的，即是你经历到神的爱浇灌呢，即是证明什么？证明什么？神是活在我心，神同我一起。明明那人受伤的，祈祷会有爱浇灌，感动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我们会经历的神的印证？还有经历过神的爱，都很想用这种爱对人的。 OK， 你很想，是不是？很想，这个都是一个心意，想服侍主，都是神的印证。还有一件事呢，是我们有些人会收到的，收到什么呢？启示。收到启示呢，都是神的印证，即是真的收到一些准确的印证。 OK， 好，原来一节经文都可以看到很多东西，是吧？即是神是一个活着的神，他是会放印证，他在哪里呢？他会做工，他是亲民的，他会入人的心的，而入人的心呢，他就不是一直睡在那里，他是会做事的，等你知道他现在在这里。而他的工作全部都是很温和、很舒服的，令到人又会改变人生命的。好了，第十七节一起读啊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 OK， 好啊，跟着你将个经文用普通的广东话的方式表达出来啊。到阿 Winnie， 唔紧要嚇，好唔好 OK 啊？試下先。因為神嘅兒女咧，就係佢嗰個後嗣，即係後裔或者繼承人。繼承人啦，就係神嘅繼承人，同埋基督同作後嗣。如果我哋同佢同埋佢一齊咧受苦咧，都哎呀，我唔識啊，我好難，我唔識啊。大約呢，即是不得到榮耀啦。是的， OK， 好，嗱，試下用一啲比較dramatic， 即係戲劇化或者形容出嗰樣嘢出嚟形容啊。你想唔想試下？或者邊個試下都得，邊個想試下？即係將呢樣嘢咧。借先嗰個經文嘅內容，用一個比較刻，即係形容得深刻啲嘅方式形容出嚟。頭先你個幅圖咯，即係我哋坐喺耶穌個大髀上。係啦，即係同佢一齊，同耶穌一齊坐喺耶穌大髀，又坐喺天父嘅隔離，同佢一齊同作後嗣。好，仲有啲咩添啊？即係繼承嘅產業，係啦，可以繼承產業啦。咁你可以嗱比較，凡係咩咧可以比較？點比較咧？如果李嘉誠有一日 send 封信俾你，喂，原來你同我係遠親嚟嘅喎，我咧而家咧有一份財產咧係會送俾你喎，咁嘅時候咧，你收到嗰封信，你一定會好開心啊，係咪？但係咧，而家收到嗰個信咧就唔係由李嘉誠發出啦，係邊個發出啦？神發出，但很多人又神啫嘛，咁樣會有呢個反應喎。因為點解啊？好多人以為神係點樣啊？嗰啲即係一種好虛無縹緲、虛無縹緲、好遠都唔係咁真實嘅嘢。但如果我哋知道原來神，既然神嘅印證係咪好真啊？神嘅引導樣嘢好真，神嘅祝福又好真，咁我哋就知道真係我哋係後嗣，亦都係好咗產業。咁所以你可以領受啦，譬如我剛才講，我禮拜二再去再學琴啦、進修啦，咁我咪領受多啲產業咯，係咪啊？進心咯，即係再進步咯。其實呢度係咪好多方法你進步啊？因為呢度好多嘢俾你進步喎，咁你咪承受產業。嗱呢啲產業咧就唔同普通嗰啲噶，普通產業咧你就走去銀行一兑現啲錢就得噶啦。但呢啲產業咧就要點咧？怎樣拿到啊？不是上天堂拿到啊，上天堂信心和什麼呢？行動，
信心、行動，仲有咧渴慕，我想，我想 ，OK。好啦，咁我想問下大家，有啲咩神嘅屬性喺呢度？神係好豐富嘅。係啦，你講埋落去，神係好豐富嘅。神願意分享佢嘅產業俾我哋。係啦，神分享啲產業俾我哋，你係咪好信啊？其實你睇我作為人版，你睇到幾多產業啦，係咪？咁你就話，你有冇信心？你有冇嚟咗之後覺得多咗喜樂，輕鬆咗？嗱，呢個咪產業咯，係咪啊？輕鬆咪產業啊？雖然係無形嘅產業，但係嗰種價值有幾大咧？無價。無價。你知唔知幾多人俾幾多錢就想去輕鬆下，去玩下？但係有時發覺去完翻嚟。仲失落，仲反覆，即係有啲人會去到咧，好多怨言啊，或者又好攰咁翻嚟噶嘛，係咪？但係咧，其實有時有啲旅行團咧，因為佢係唔係都要編排十樣嘢俾你做啊嘛，俾時有時去到睇嚿石咁又，咁啊一個景點，因為佢要俾好多景點你睇，咁嗰啲人就會去參加啊嘛，咁咧反而又匆匆忙忙，但係咧我哋可以有平安喜樂，隨時一嚟到即刻有，係咪？係咪好好啊 ？OK。即係原來咧，領受神嘅產業有啲咩方法？啱啱我講過係啲咩方法啊？渴慕、信心、行動。而家你嘅想像力去到邊度，你就去到邊度。要付代價嘅。係付代價，嚇付代價就越大啦。係付出嘅。嗱，譬如我用翻彈琴啦，我有一次我幫王傳道網上睇嗰、那個上天堂嗰、那個咧，佢話佢會嚟香港啊嘛，咁我就諗住同佢伴奏，但係結果係冇嘅，冇伴奏，讓佢帶個絲琴嚟。不過嗰個過程咧係俾我好大嘅提升，因為嗰陣時咧我就走去火炭嗰度嗰個聚會點咧，我就借嗰人個鋼嗰、那個鋼琴，我話我要帶聚會，我想試下，我就彈咗一個上晝同一個下晝。當我彈嘅時候咧，我發覺有啲歌咧，我彈越唱越彈越流流暢啊！點解呢首歌會咁彈得咁流暢？跟住我就下一首得唔得咧？即係呢個就係個想像啦。同樣查經嗱，這個而家我同你講緊呢個法人神屬性查經法咧，我係呢幾年嘅神俾我喎，之前都冇嘅。同埋咧，我一年之前同而家已經有唔同咗嘅。如果你留意睇咧。我而家咧嗰個深度又唔同咗，今次查經咧，其實你睇我預備講到有啲 point 我都冇講到，即係我只係先喺呢一陣我會發現到嘅，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有呢個意象，有呢個想像力，你就可以去得到啦。嗱，你想像點咧？自己成為一個好尊貴嘅王子公主，一出口咧講説話，即刻啲人咧會被改變、被感動。你有呢個信心咧，你就會踏出嘅。我自己都係，我細個嗰時講嘢咧，係口窒窒個，講到一半咧就斷咗嘅。點解咧？我驚啲人唔聽啊！但我信咗耶穌咧，我覺得耶穌好好，咁我咧就跟住咧就開始同人分享啦。我翻到教堂咧，我發覺啲人個個都聽我講嘢，我就好開心啊！咁我就分享好多，然後跟住咧後來有一次牧師帶我哋出去傳福音，我就發覺我就好流暢去講啊，就成個講説話提升咗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其實我哋個個都可以嘅，就係你有信心，即係哇咁好嘅嘢發出去，你就提升啦。嗱，我就想喺呢度大家就去諗啦，產業應用啊，我依家諗翻應用，想大家講一樣，你想領受嘅產業，你想喺你嘅生命中邊一樣嘢你而家想提升嘅？因為我哋其實查經查咗好多咧，有時有啲人查咗好多，查完啦，知道曬咁啊，冇乜用喎。我哋要諗下，我而家要捉實邊樣產業。大家諗到邊樣產業你想進入嘅？好多牧師。好多。最想要可能恩賜多啲嘅。OK， 好啦，咁我想問下你，你想得到恩賜，你想點樣得到咧？操練咯，同埋睇多啲聖經。係啦，好，非常好，同埋唔怕操練啊！操練嗰時唔好怕。唔好驚用出嚟，就算唔係準確嘅，唔緊要。譬如你領受啲先知性嘅，唔準確都唔緊要。好，大家有啲咩產業你想捉實嘅？而家即係呢段時間，你想捉實嘅產業？愛耶穌多啲，愛耶穌唔夠。
多啲。好，咁我想問你，愛耶穌難唔難咧？唔難，唔難。要花時間，不過要花要多時間。OK， 嗱，除咗花時間咧，唔係淨係花時間嘅喎，係點咧？渴慕啦，同埋有信心好緊要啊！點解咧？我一愛耶穌，而且耶穌好歡喜噶啦咁，我發現呢樣嘢對我好大幫助。我一祈禱，耶穌好中意嘅；我一睇聖經，我哋而家討論神好中意嘅。這先你哋有回應神，回應嗰啲經文內容，即刻神就好中意嘅。神係咁啊！聖經講到佢側耳傾聽啊，並且有紀念冊喺前面記錄低敬畏耶和華嘅人所講嘅説話，思念佢名嘅人啊，係咪？所以大家唔係好難嘅，你唔係好難咧，你就容易啲噶啦。我一愛耶穌咧，神就歡喜噶啦。咁呢個心咧，我自己發覺，即係我得力真係好大部分呢度嚟，同埋我處理嗰啲懼怕，有時我啲壓力感啊，唔使驚嘅，神會照顧嘅。即係成日都有互動喺裏面啊，成日都互動，同神有互動咧，發覺好大幫助。仲有啲咩你想捉實㗎？我發覺到咧，如果有首詩譬如話即係同神傾偈咧，如果神係啱聽嗰啲説話咧，我裡面個喜樂啦，同埋嗰個反應咧係好，即係會多嘅。係嚇，咁即係神。嚇，即係會發現係咁樣。譬如講到某啲嘢，啲神好中意，即係我點知神好中意咧？就裡面個喜樂係好大嘅。嗯，咁即係神。係有呢一樣。係，即係一個啊彰顯啊，即係聖靈嘅嗰種認同嘅彰顯。嗱，呢個都係我哋可以留意嘅喎。譬如你祈禱。用個靈祈禱啊，即刻有神的回應啊，就更大喜樂。你知道做啱咗啦，咁佢就先話有嗰啲意念合乎神咧，即刻個裏面有喜樂啦。OK。同埋咧，我一個好渴望得到咧，就係見天父嘅面。OK， 好嗱，我都好渴望呢樣嘢。咁你有呢個心咧，就算你冇見到咧，一次早嘅啫。神唔係喺地上啊！我有樣嘢都想回應，我覺得咧，同埋咧，其實可以感受到神嗰種嘅感情，即係你好開心嗰時，佢都好開心嗰種感覺，或者你好傷心，佢又好傷心，即係你感受靈裡面感受神嘅感情咯。我聽到好開心。其實我聽到你同埋你嘅分享，我覺得好開心，同埋你嘅分享都係，因為三個都係從生命裡頭啊。即係你會感受到聖靈嘅工作，神嘅喜樂，你會好開心。即係嗰種感激神，原來神咁真。同埋我睇到一樣嘢就係你嗰靈命嘅改變。嗱，雖然你又有軟弱嘅時候，但係你嗰個靈命嘅提升其實一個高峰嚟嘅。咁咧你就點樣咧？每日點樣咧？哇！我被提升咗啦，我改變咗啦，我可以繼續落嘅。咁咪乘勢追擊咯，一路繼續去咯。咁而你就發現到。類似啦，就話原來我一有神嘅意念啱嘅時候，我即刻裏邊有喜樂啦。你咧就話個心好想愛神嗱，呢個都係嗱，我哋中間呢啲分享咧，我都想大家欣賞一下喎，因為有好多查經咧，嗰啲人嘅分享唔係呢啲嘅喎，有好多查經唔係講到呢啲生命嘅改變啊。呢個生命嘅改變，聽完有咩感覺啊？興奮喎！哇，啲人會改變喎，係咪啊？好，仲有冇啲咩你想承受嘅產業？嗱，呢個就回應，我覺得分享信息、分享經文一定要回應，冇回應咧，即係就咁分辨咗啊神嘅屬性幾好啊幾好啊，但係冇應用都係即係作用唔大啊，係咪？我最中意咧就係神安排一個好好嘅路俾我哋，好，我哋又唔知道，但係跟住個方向行咯。係啦，係啦，有時我哋好想快啲知道，不過神話你唔使咁快知道，我俾你知嘅知幾多係幾多，總之我條路咧你一定掂嘅。咁嘅時候咧，嗱呢個都係信心喎，因為好多人信耶穌唔係咁信法，佢哋信耶穌點咧？將來去到天堂啦，第一度有冇錢咧？哎呀，冇錢死啦！神都唔知道幫唔幫我嘅，哎呀，神啲幫我太遲啦！咁真係好多基督徒咁樣諗法，佢唔會覺得神嘅幫助就喺呢度，好真實，神即時會祝福我哋嘅。仲有咩想成就嘅產業啊？我希望個個都講下有啲咩產業想成就，我哋就。結束呢段時間，聖潔啦，聖潔係嘛？咁你講下點解你會渴慕聖潔咧？我覺得美德咧就好似要靠自己努力嘅，係。咁聖潔咧就係嗰個人係俾神喺佢身上去做工，係。即係你今朝喺敬拜嘅時候，有一句經文係咁不斷住，但人非聖潔就不能見神的面。咁我好想，就係好想見神的面。咁啊，跟住下邊。凡事到神面前係要相信有神，同埋相信神一定會賞賜。哦，咁我就好安慰啦，就
我只要很相信神，相信神 會賞賜我呢，其實都是一個聖潔來的嘛，你很堅信神會賞賜你，即我其實都不需要很努力 去追求美德，只要我肯給神去作工呢，神作工就會有美德，神作工的人就會有和謙卑，有愛心，有耐心，性格就改變了，人就會看到個分別了。還有什麼產業想承受的？我很簡單的，我想感受到神的愛多點，我本來想說得到神的愛，不過想想這句說話不對，因為神真的有愛給我，只是我敢不敢受到，所以我是要感受到神的愛。好，非常好。他剛才所說的，他是分辨到神的愛給他，以及他感受到，因為這兩件事是即分辨到的分別。其實我們學習就是分辨到很多不同的東西，就是神在愛，不過我們感受到多少。 我講一下我感受神的愛的秘訣。第一，我信神是愛我，第二，發出在靈那裡發出多謝神，還有呢，心靈身體經歷所有的東西都會是解釋為神的愛，即是說神的平安圍著我，神的籠罩祂的能力圍著我，都是神在愛我的。即是好像你媽咪煮飯給你吃，那你這個就看不是神的愛，或者祂跟你執床，這個看不是神的愛。那神不是，對不起，是不是神的愛，是父母的愛，你家人的愛。但我現在說神很輕鬆，神就這樣愛我，那你就每一樣都 interpret 為神的愛，就會經歷深一點的，就是很輕鬆，神愛我現在，很開心，神愛我，那些開心來到了，有能力，整身都是能力，神愛我，或者甚至你開始感到，哇，即是神的愛進來，哇，神愛我，即是每一樣東西都是想到是神的出於愛所做，我們就會更加感激和歡喜和享受，這樣呢個力量得力更加大，個屬靈生命就一路上升了。但又不要驕傲，永遠都說神這麼愛我真是好，是不是很好啊？我是真的越來越經歷到的，因為我初期都沒有 interpret 那些解釋為神的愛，當我解釋為神的愛的時候，我就發覺一臨神就是不是只是喜樂和能力的，是感受到愛在這裡的。